百年了，我重建了观音禅院，规模比之前的更大。那些葬身火海的僧众，化为孤魂野鬼，在这黑风山间游荡，是我亲手将他们超度。我甚至把那些经书残卷一一复原。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找上门来。活着不好吗？夜来寻死。巨型散气之术看着花里胡哨，实则不难掌握。这黑风怪学艺不精，去了趟南海也不见长进。他刚才的几番变化遗留了不少元气在此，正好小老儿收下来用。